煮啥了，哥？汤面条子。芝麻叶。芝麻叶。哪有关注呢？这都吃了，双的这都上了台了。这里边也是啥肉？这边不能干啥呀？这个肉，干两盆肉还得盛面条了。我搁瓢子洗洗吧。咦，我盆都给你腾出来了，你弄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这种事儿，你还拉牛肉，还收拾。也不是可好刀了，就是那月刀。你这个吃真是爽的没烟哈，得劲呐哈，老板干小菜了是吧？今上午这肉不是皮呀，是骨肉呀。我睡着觉。咦，我吃了还大吃。多了。俺这正在逮饱了呢。刷。哎，豆角大了吧？豆角等一下。少下的呗，下不完不下的。下了看一会这地方这么多，这个切下来。好，我天！正好，假如挣多了是活多了。没事吃着都补补铁，我一下倒了。芝麻叶。芝麻叶。我搁到这，他端回家吃，端着炒了。端着吃。再炒了，又吃完了，一点水都没有了。炒菜的炒的多了哈，给他们炒。快点。给我筷子倒吧。那看来又是我的。香菇、鲜椒，够不够？咱打一片吧。吃这种吧。吃肉再打。说这要正常。说的吧，庄婶。你脱了，再拉拢，吃不成饭了。好。弄点玉米菜给你了，再去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打点玉米菜吃。这不是一二三，吃了三片儿。看，这是我吃的。不是吃辣呀，不吃老辣。嗯，不是，这面上做不辣，没放盐吧？可是，大料是老咸了。啊，就这可没哈。嗯，不是。啥炒卤啊？也好，芝麻叶。嗯嗯。因为啥？买这，我总是给他抢着吃，我给他少吃点，没他买的了，给他抢着吃嘛。我做汤，想了顶多还吃，想了。嗯，妈就吃了水多。我说，我那一瓶了，光没搁他那车上没垫起来吧？可能。人家说弄那个就要过去了，我都一下偏开了，是吧？嗯。我也不懂了吧，完了，完了。芝麻叶好吃的啊，芝麻叶好吃。绿绿的，念着黑麦吧。你又删了一。俺咋没有新疆的呀？没让咱这搁了种二分，挺种啊啥？不种，咱俩种。咱这种不成。它长了就死了。四个季节。那长中月份。我就为啥说麦子好吃？它都是经过一年四季。东北那儿的麦都吃不好吃。嗯，真是不该加一箱。没问题，天伺候带劲。嗯。好吃。吃饱饭，这往后都便宜了。那米要旱旱，它到六月份，它一下雨，它窜着都长起。大的，嗯，都是平头。
哎，都该长一个，这多好啊！你那肯定。跟他一路活一面说，他烟那一面全光。后来我们好好的。我也整留了，把那冒烟头，我整留下来，先烤起来。对，经常我一弄，叫人都不做饭了哈，快省点。这多凉快这。大家老张，嗯，好饭钱热去了，吃了饭钱了。不要说好好是不是，对对对，哎呀得吃了得干嘛，嗯，对，光吃不干会装，对不对，对对，好去 啊走，好，今天的番茄第一茬结束了，应该下半年还是种番茄，但是番茄热有点，番茄有点，就是今年有点起虫了，就是坏了，所以说现在不需要了，拔掉全部拔掉。咱们今天的番茄吃带劲不带劲，带劲，下半年还种番茄啊，种啊还吃，嗯，目前为止，冯阿姆这个番茄青的坏了吧？青的没坏，青的也有肉。来，青椒炒番茄，那谁的都。你看，这，先干活，先干活。就先干活，接了就干活，你都接不出来了。哎，接不出来了。该这来口了，是吧？找了最好我也不行，不用吃啊。关键搞的关了，什么？嗯。哎，番茄起虫了啊！不中了，不中了，真不中了，哎，都不中了，好吧，好吧。我还不管，我还不管呢。啊，再忙啊，给同伴多少次干，要么干。啊！我看那个做啥呢？我裤衩露出来了，干活活的，你晚上还露上裤衩了。我这一波还真孬啊！你这中间若不这不好，这不是得了两趟吧？哎。哎呀，对了，你光浇中间，这好两趟嘛，这出出力力的还找我找不着钱呢，多力量呢，这不力量不得。哎，这早上先都拿我，拿点子吧，回家嘛了。中啊，这不拿这不中啊。说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拿吧。那我去拿点子去，这不中，拿点子这不中，这药人浇着老慢。小莫，哎，今年这都还是荒草湖泊。万一下雨，你不着都是这。不下雨喽，不下雨喽。那干不成活，下雨了准是草。啊，丰收。咱这你把这立了草，你会管弄那个？管丰收。啊，立了草干，青的可多。弄那个了。是。张叔嘞？张叔。回去拿剪刀去了。你看，没啊？就要看你的风火轮劈的。没出。今儿没出。哎，张叔管。你弟弟。没看过了哈，那兄弟在啃你。你也不赶紧过来薅，把肚皮来了，我剁你两剁的，我你别担心，你别吃饭前有数着，这薅着都薅完了，你就别担心，剁番茄多好干，青椒的草干啊，剁掉青，不要我不要，给这青的都加快了，都给它摘下来吧，我一说炒炒炒，笼子，哎啥，你很拍我。咦，干啥？哎，你喊挖豆的皮带你拍拍，我的来豌豆角裤头露出来你再拍拍，多合适，你也不养你娃能弄。你痛给，主要不中都有痛了，给吃嘛挖豆呀，挖豆皮走了，挖豆给，不要了，不要去穷。你要眼抓地呀、啊！你看呀，谁来眼不抓地？能给我说说这道理？溜东西溜的好都是眼抓地啊！有的溜的好了都是说抓地，人气不着啊！要不举手人说不举手，是吧？不举手，不举手。咱有时候那样，这青番茄，弄点面条，等我家里弄点面条喝喝，下了汤面条一喝，咱就要忍住了。搁大锅上。呀，咱也别做饭，中了，坐着一喝喝妥了。中你眼可抓地啊！我抓地，我一说恁抓地，我抓面条嘞，太红了，我多得很。没有没有。谁好吃青的？小夏没好吃青的，小夏没也不好吃青的。那都不好吃青，我也不好吃青。你不好吃青，要青的都扔到。他扔到块儿的吧？他就扔都不是扔了嘞。就是啊，可惜了，炒炒没菜不是吃了，是不是？就是，我也没菜放，留给你了。我也没了。
番茄才得八元呢，全是仓。啊，叫他喝，叫他晒晒。那都好掉了，是不是？最近没太阳啊。啊，没太阳，给他不管咋落，给人落的，刮点阴，给他碰干活，可怜去。快点，是不是？啊。快点，快点。来汤，对呀，吃吧，我这个红的，给。我不吃，我这脑子。我说青椒红青椒，那是什么？我吃了一碗，来，我吃了。我再来一碗。你，这都坏了。这都卤完。嗯，那不摘点卖去？不卖了。我买不出来，摘不出来都，我咋买呀？这青椒不能大青椒，这摘不出。我准备做饭了，小朋友们。能窝到这儿，我做完饭叫恁吃点中不中啊？我要不给恁盖个小屋子吧，恁住了，恁别住这儿，好不好？